蟹黄 mustard， OK， 我们比较少有 B 领的上衣，不用特地会低 B 太 V 太大会走光，是不会，它是属于一个比较 narrow 的 B 啊，我比较喜欢，我喜欢 B 领，可是我比较喜欢 narrow 的 ，OK， 就是比较没有这么开的，这样子比较密的 B，OK，、okay? 整件面料是没有弹性啊，属于一个 pure linen 的 ，OK。现在没有超过本体绒尺寸，我是有预留空间的、啊，因为这种面料它是零弹力，所以说我预留空间会比较多哈。你看这次的颜色，它是属于比较对新年的颜色，跟着距离的尺码下单，距离是穿 M 码，就是、我是穿 S 码，我穿 S 也肯定是可以啊，来你拉一下 ，OK， 来什么拉伸啊 ，S 的话其实还有很。还有很多空间，可是因为所以说，如果我穿 S 的话，我上身还是会有空间哈、啊。所以说，这件给那些说我不想穿这么宽松的，你跟着尺寸下单，没有超宽的话都穿。就你现在是穿 M， 你看穿起来就有那个松弛感的那个效果。所以我 M 是有这么多空间哈、啊，所以说跟主播的话肯定是选 S， 没有得选 ，OK。那你跟助理的尺码，你选择 S 或者 M 都对。可是我这里我还是说想选回我平时的 size， 就是 M size， 就整体我要比较松弛感的感觉。觉得颜色方面，这款式呢就不推荐带有哪个色，因为三个都是新年的颜色，就跟着你自己的 lucky color 来决定来入手 ，OK， 这样子 ，OK。我穿的这个墨金黄，它是属于比较亮哈，因为墨金黄它是稍微是带比较亮，不是那种暗哈，可是比较亮的一个黄色，所以颜色方面三个色。不确定哪一个色啊，就看你自己喜欢哈，毕竟三个都是比较适合新年的颜色哈。OK， 小 V 领刚刚好 ，V 不会太低 ，V 像刚才讲的，它属于一个比较 narrow 的 V， 然后袖子这边它翻遮定位了的 ，OK， 后面就属于一个比较 plain 的，然后左右两侧，它这边是有开一个小叉，在左右两侧都有开叉，没有拉链，没有纽扣，穿的时候就从头套，所以这一期需要找这种 V 领 linen 面料的，才推这个款式。啊，是 pure linen 啊，全麻料来的哈，这个款式我们是第一次麻料 ，OK， 我们带进这样子的款式，然后先声明麻料它会有麻结是正常的哈，找一下看有没有、啊。没有，你看，就像它后面啊，你看是面料，它好像有一线一线这样子，对，那些都不是瑕疵、啊，这些都是麻结哈，会可能。会不会推出一个小毛球？不是瑕疵。对了，它 linen 面料 pure linen 都会有这样子的麻结哈。来，我是换红色，你们看一下。觉得价钱99一样啊，是厂家规定最低的卖价 ，cut BTE 25 size S 跟 M 两个码而已哈。所以说这款式下来 cut color size 一起打 ，OK， cut color size 一起打。那么下个款式我们介绍我们独家款式的套装啊，所以说找这套装全新款式的不要走开啊，这套装我自己一样我是滞留了哈。升级版上直接跳3.0啊 ，OK， 升级版哈。所以说待会要套装的不要走开哈，因为那个数量很少 ，OK， 没有的补货了的，是我们的独家款来的哈。来，接下来主播是换红色啊，这个红色，对了 ，OK， 那你说你家的布局，新年一定要大红大紫的 ，OK， 来吧，就带走这个红，这红很好看，有点反而是说红跟黄上身，我会比较 prefer 说红色，我会比较喜欢这个红的，当然就是三个色，你就跟着你的幸运色这样子来入手吧。你也可以微微搭印进去一点点就对了啊，建议如果你穿短裤的话，你就这样子微微搭印，不想啊，如果你像助理这样的衬牛仔，你就不需要搭印，它未必后面就这样。小露一点点就好了。这个面料是属于亚麻，就是 pure linen 的，对，所以说非常好的面料嘛，上身很透气。其实我自己之前就说、啊，我们还没有带进来的时候，我会比较抗拒说穿这样子。我现在我超喜欢，为什么上身你就好像没有，就算你穿了长袖啦，你整体上身。它是很透气、很舒服的，我们常常好像薄情纱，因为它的面料就是很舒服，因为它是属于 pure linen 嘛，所以说你上身真的非常透气、很舒服。我自己也是慢慢的爱上了，所以说我现在有上衣啊，长袖款式的我都有，还有裤子我都有，待会有一个长裤也是会滞留 ，OK， 我是会滞留哈。所以说，找这如果你是说找个 linen 面料啊，这个是全麻料哈 ，OK， pure linen 来看，这个款式上衣的话，这一期就。只有一个 ，OK， 一个对吗？对，上衣的话，这一期啊找的 linen 面料啊 ，pure linen， 这是唯一的一个属于一个纯新的款式，之前是完全没有过 ，OK， 三个色给你选 ，size S M，
根据你的尺码，记得你选择 S、M 都可以。我这里我会选择想要化妆脸，我会自留 M size 哈。Mask 穿的很显白，其实刚才自己身上那个 Mask， 而且我现在身上也是一样穿的 Mask， 比较很特殊、比较 outstanding 的颜色，你可以考虑带着我身上这个 Mask 墨界黄。对，哪天三个色哈，三个色。OK， 三个色而已，红。新年 ，OK， 其实三个色都适合新年穿啊，红、orange， 还有 mustard PTE 25，价钱只是99。对，全pure linen 面料，价钱厂家规定最低的单价，这件一样，你外面换下这张品牌，价钱能乘二，乘二，乘二，因为 pure linen 在外面市场价是非常非常贵的哈。OK， 助理穿 M， 我是穿这 M 啊，没有的话，我们就介绍我们独家做货款的。升级版 3.0 可以把它当上衣两穿的一个款式 ，OK， 颜色比较少啊，这次只有四个色而已，全新的颜色，加量不加价啊，价钱比之前多几块钱，可是我多了很多公司很多东西。这一套你买到装搭为什么呢？因为外面只是上衣罢了，他卖你149，我现在一套118，记得是一套118哈，外面真的只是上衣149哈。我自己自留了两个色哈，虽然是之前去留了两套，很相似，可是我这款是我的造型，只是说这个独